今天我们要来试试兰蔻超好吃的七款蛋糕。你以为坐在那边简单试试就好了吗？这样大家会以为 YouTube 酷很爽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可妹，暑假来了，越来越胖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庆祝吃蛋糕耶。那么我们今天还准备了六款很自虐的吃法，然后等下我们就猜拳，输的人就要靠那个可怕的吃法来挑战吃蛋糕。真正的自虐是不给你吃，太难过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么第一个我们来吃的是心动芒果生乳卷，北海道奶霜及芒果奶霜双层双馅，中间加入滑顺爽口的百香芒果冻，一口咬下让你有一种心动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来猜拳，输的要来挑战剪刀石头布。可怕的地狱惩罚！我自己抽，你干嘛？我帮你转，对呀，我自己抽。我帮你转，你是不是偷做了 Mark？ 你在做 Mark， 快点！没有。好，那我不好来。妹妹要挑战的是站在路边吃蛋糕。站，请问为什么要站在路边吃蛋糕呢？耶、yeah, ，要备受路人奇怪的注目，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惩罚。那么我自己就可以先来爽吃一波。而且我发现他们的盒子啊，超可爱的，因为它上面有写说最美好的刻度就是切成20mm的厚度，然后这里就有两尺哎，它上面竟然有两尺，所以我可以切一个完美的20mm。我来帮你，哎呀！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是直接就是整条吃，我不喜欢切，我自己吃，我真的切得很丑哇！啊、哦，好香哦！你等下吃到在路边，哇、哦，这个跟我妹的脸一样，北泡泡又咪咪。百香果加芒果超配耶，你头发都是那个酸甜，很好吃哎！我不要站在路边吃，超搭！我觉得夏天就是要吃这个，不会腻哦。我觉得芒果跟百香果真的是一级棒棒一级棒，跟我们两个一样，绝世好配。我们来到了人潮最多的西门町，准备让妹妹一个人在路边吃蛋糕 ，Let's go！看她尴尬的笑容。平常吃东西有那么快吗？大口吃蛋糕、哦！接下来是有真实芒果的新鲜芒果卷，爱文芒果果肉细嫩多汁，浓郁甜美，融入北海道奶霜的清爽，爽朗的美味，轻盈消暑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吃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彩娟，应该是谁？正常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你知道本来我的规定是一人一遍，就妹妹就说我觉得应该增加一点刺激感，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人比较衰，一直抽到一个人比较衰，这个超困难的。手肘夹汤匙吃蛋糕，没错，我们用叉子也是一样，所以我等下会帮妹妹切完美的20mm。那你跟我吃同一块好了。好，那我先用优美的方式给你看正常人应该要怎么吃蛋糕。我也要吃哦，这个芒果很大块。大家请看一下我切的跟他切的差别好吗？这芒果很大块耶，我待会把芒果都吃掉，留蛋糕皮给你吃。赞哦，赞哦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我跟你们讲，他的芒果就是跟我爸爸、我家人会买给我的芒果一样，是那种用心挑选的甜芒果。是啊，没有，用手抓。这样子，对，这个好吃啊，这好吃哦。好的，好的，换你了，手抓。手抓到底要怎么吃啊？我不知道，这是谁想的？你呀、啊。你都玩在玩死我！我的五口是你的一小口，大家不要骂我，我没有在玩，我只是在挑战。啊啊、加油！就是那个啦，以前不是说你能舔到你的手肘吗？那个怎么做到的？有人能舔到自己的手肘吗？加油！我决定加油！不行，用手肘不行，不行，你再用手肘吃，我要抽血。好，请用力。加油！我怀疑你在虐待我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加油！哦，有，芒果用好香哦，用的整个蛋糕都香香。哎、啊，你是不？哎、欸，真的很难嚼，我试看好了。哎、你还没有进，你还没有进，你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不用担心啊。
接下来是欧豆赏的笑颜，这超可爱的。一杯咖啡是爸爸工作的日常，特别选用台南东山咖啡融入清爽的北海道奶霜中，展现独特浓郁的拿铁香，配上冰凉的咖啡冻，这就是爸爸的味道。这款超可爱的哎，我好喜欢哦，因为这跟我爸长超像的，卡哇伊。好，那么我们来剪刀石头布。哦，为什么？吃蛋糕口红不掉，不掉代表你嘴巴要张超大。可是为了让它更明显，我帮你重上一次口红。好，我们现在帮他重补口红。这要从哪里切啊？我舍不得切开爸爸、欸，太可爱了。这么可爱的爸爸，我舍不得切，他先把他可爱的。把胡子拔掉吗？这样很可爱耶！今年流行的刘海，这是欧巴，好可爱哦！我切，你不要再毁坏任何一个蛋糕了。可是我觉得用口红吃蛋糕是最不可怕的挑战了。对，爸爸有点重，他那个给的太实了，厚实。我来干！天，我先挑战的人先。好。它的味道我是喜欢的，我要拿走。通常咖啡都是配核桃，第一次我吃配咖啡奶冻的。来，要这样吗？突破你的口红，这样很丑哎。对，看看，啊哈，哦，哇，嗯，所以味道如何？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嗯。这个咖啡冻，可是它咖啡冻比较偏这边，就是没有整个。如果一大块的话，应该很多。要我给建议的话，咖啡冻再多一点，可以再多一点。完美，很香。嗯，虽然它的咖啡冻就只有旁边那一小块，可是它的蛋糕奶体啊，然后配上那个奶霜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接下来是25度的柠檬派，严选屏东九如植树的无毒绿柠檬，新鲜现榨绿柠檬奶油馅，搭配细腻软绵的炙烧柠檬蛋白霜与酥脆派别。哦，这就是我要的酸甜滋味。哦，我很喜欢吃柠檬派耶，所以我对柠檬派其实标准会很高。然后而且上面有很多那个绿柠檬的皮，闻起来是清香的，还蛮不错的。你是不是派又输了？我是不会输的。连四输。马给奶。嘎豆九桃。爆！你们慢出、欸！我是再来一次，我怕你又输了。我是怕你觉得我慢出。嘎豆九桃爆！好好好 ，OK OK， 赢的就是会赢。来来来来，有点可惜，因为柠檬派是我的最爱，我想要就是细细品尝。谁想这奇怪的计划？去和平跳神教跑步一圈才能吃蛋糕。过后的食物会更甜美，虽然跳绳加跑步对我来说有点困难。哦，这看起来超好吃的，欸，它中间还有馅呢，哇！你们看这旁边的馅料，这个侧面看起来就超好吃的啊！再给大家吃吃不掉口红，不掉口红哦，有层次感吗？那酥皮嘞，有酥脆吗？而且你知道它要酸的刚好哦，不是那种化学酸，要天然柠檬的香跟酸才行。有吗？那个无毒柠檬，等一下，哪谁的柠檬有毒？还上面写无毒绿柠檬蛋白霜哦，看一下下面的柠檬哦。我跑不完才能吃，好吃。想吃蛋糕吗？那就努力的往前跑吧。Potato go, potato go, potato. 来来来来，请试吃，请试吃。我现在比较想喝水。请试试。手有点软，好的。好吃吗？嗯，好酥啊，超好吃的。粉红露比少女的颜色，露比巧克力，天然杏仁巧克力，无添加色素，天然粉红色的，完全颠覆巧克力的想象，配上我们的莓果质调，酸甜好滋味。所以它的颜色是没有加色素的颜色。听说是这样，我们来吃吃看味道如何。我们都忘了，我们不想面对的。剪刀石头布，波比跳吃蛋糕，波比跳有，我唯一切的好的蛋糕就是派，因为派它的那个底很酥。我切不好的蛋糕就是派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侧面，对，也是非常有层次。它下面的派皮啊，上面好像还有一层薄薄的，好像那叫菠萝酥，所以吃起来会特别的有口感。那我恋爱的感觉，它是很特别。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微酸口感，它酸不会非常的突兀。如果你怕柠檬太酸的话，真的可以试看这粉红露比，很香，超少女的，而且跟姐妹们一起吃拍照又很好看，因为它
它中间有一层海绵蛋糕，然后那个海绵蛋糕就综合了那个派皮跟上面的奶油，它奶油不会过多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好吃，很香哎，来吧，波比跳，我等一下跳的是不标准的波比跳，开始挑战，太远，你可以帮我把蛋糕拿远一点，这样吗？可是我弯不下来哎，来，好可怜，来，哦，好，然后呢？烤第二下，还蛮好吃。好困难啊！哇，这样吃甜点有没有觉得你边做边吃边瘦？你们想要戒甜食就这样子，我也会先怀疑掉，那就不想吃甜食。接下来是遇见香缇，然后这是他们之前母亲节第一名的蛋糕，因为第一名，所以我买了。而且我妈超喜欢芋头哎，天然食材以蒸煮制成的芋泥馅，紫芋浓郁香气，让蛋糕呈现最自然朴实的味道啊！你知道芋头蛋糕很常见，所以要做出好的芋头蛋糕是不容易的。剪刀石头布，嘿嘿嘿！最后一个其实我不用唱，我都知道是什么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的自虐吃法是下腰吃蛋糕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侧面。水果看起来好吃，我很吃哦。Beautiful， 他直接把旁边用三崩了，然后还 Beautiful， 哇、wow ！它有两层芋头馅，然后加上它的海绵蛋糕，下腰美。你吃的津津有味耶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还蛮芋头的，蛮芋头的。哇，这评论真的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那些挑战啦有点呛掉了。它就很贴近你那个用蒸的那种芋头的味道。哦，说很绵密的口感。就其实芋头吃会有股芋味，然后整体吃起来很滑顺。隔了50年，可可再度来挑战下腰，好紧张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蛋糕来了。我来吧，你要撑住，你不撑住我们要喂你，我喂了，快点啊！妈，太好吃了，救命！我进不来，救我！提拉公爵，来自意大利的马斯卡邦起司搭配开启味蕾的可可粉，轻松奶香、咖啡香、酒香不疾不徐的释放出来，如同公爵般的父爱，令人心醉。那因为最后一个我们没有准备那个自虐挑战，还没有想到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你有没有想到一个比较虐待的吃法？可是真的不要做傻事哦，小朋友绝对不要学哦，学蛋糕，这太可怕了。好，那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准备的也是父亲节蛋糕，那平常我们没有跟爸爸坐在一起，今天我们等一下会打电话视讯，然后跟他告白我爱你，看一下爸爸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因为我爸爸还蛮帅的，哭泣，对，就是帅帅酷酷的，所以不知道他会不会有点措手不及。有吗？有，爸爸我爱你。你看我没有跟我三，你很没默契的三，爸爸我爱你。人家说爱要及时，爱要及时，对对，就是每次见到你都想说我爱你，只是有点害羞，所以只能拥抱。然后这是父亲节蛋糕，但是他要吃，但我会代替你吃掉。然后我们到时候父亲节在一起过，不是父亲节也可以一起过。对，你要吃蛋糕吗？我下次来买上去，好吃。那个万里那一家的吗？雅尼克，我们在一起吃，也找阿妈一起吃。好，那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没事，笑得很开心，我们也爱你，爱你。那我们再电话联络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就是带着蛋糕，然后去突袭我爸，只是因为我们两个不会开车，我爸住在山上。爸也是有年纪的人呢，你说怕吓到。不然就是还是很开心，而且其实刚刚跟他说，就平常我们见面还是很开心，会拥抱。可是我觉得我爱你，就是我们亚洲人好像都会比较害羞一点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先代替我爸吃这个蛋糕，然后到时候我再买给他，而且他也知道雅尼克，所以他很期待。好，我们小时候都一起去金山的雅尼克吃蛋糕。好，而且他每个巧克力片上都有星星，还蛮可爱的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他旁边的夹层。哦，你看他现在超喜欢嘴巴张超大的，他的蛋糕体非常的柔软，是我吃的每一款里面最柔软的一个。蛋糕的巧克力味很浓，
但是我觉得如果它的口感可以再更多一点，就是加一些其他莓果啊或者配料，这个会更棒。那真的超柔软，反正像人家爷爷，你老了牙齿也会掉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吃完这七款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款？我觉得新鲜芒果跟柠檬塔，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咖啡卷，这个咖啡卷都超好吃的。嗯，这个是欧豆沙，很特别，会让我觉得哦，这是雅尼克。那我自己的话，其实跟妹妹也差不多，可是我觉得这个露比我很喜欢耶，它露比让我觉得很特别。可能因为我要剥比票吃吧，因为它的酸甜不会让我觉得是很假的那一种。现在最爱的真的是它的新鲜芒果，拜托大家夏天不管什么节日，我觉得在台湾你不吃芒果就。对不起你的嘴巴，它的新鲜芒果卷，它的芒果是连你还没有吃到芒果的地方就有那个芒果香气。因为我用手肘吃的，所以我很明白。如果是送给父亲节的话，这个我真的蛮推的，它是好吃的，而且是大人应该都比较喜欢咖啡的，嗯，浓郁香。柠檬塔它的脆棒，它上面的那个蛋白打得很好。那这一些就分享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父亲节，变胖的暑假。那大家也要记得留言告诉我说，你觉得这一次我们挑战的六种自虐吃法，哪一个是最恐怖，或者是你有想到哪一个你觉得也是很可怕的吃法呢？也要告诉我们哦。希望喜欢这部片，喜欢请加小我喜欢，大家也要记得订阅柯九九 YouTube 频道，旁边上的灯也要记得打开，这样新片的时候才会。Facebook 搜寻柯九九，你可以在 IG 可以发红包呢。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我觉得这蛋糕真的真心推给大家。台北捷运站也有很多点能够买到雅尼克 YTN 哦，绝地求生新梦站等你来买哟。输的要挑战剪刀石头布，来猜。袋子是我伸出来一点。哦，好。